就因为未来人可能会越来越懒，对吧？这必然趋势。还是看学院哭了。不要走。不是，我看主要看看学院哭。毛了是吗？嗯，毛。因为他刚洗的。我要不要洗的？洗洗洗的话，这个环节会特别毛。我喜欢那种很顺很滑的那种。不洗有点油，我觉得还是。但小油，你不要大量的油不行啊。像现在有上次碰到一个。一个月不洗，医生说那个一个月不洗，那我这害怕了。那不行，那他好几天没洗了。他们学业比较繁忙，都几年级了？我马上大专。大专。初三刚毕业。初三毕业怎么上大专啊？人家上高中呀。学习还要好好学习啊！我学习还是需要好好学习。头发太长了吧？可能营养跟不上。叔叔，我好歹还能混了一个。不说了。嗯。他上次考，我要不要修他把发梢给修了一下？再越高越好，不用做再太高，太高的话这站起来身体这也不好看。我这边好像删掉点东西了。一刀剪是简单粗暴，没有不用什么，要不要来啊？要不你来剪？这个是简单粗暴，没有技术含量的，就这么一刀啊，就这么粗就完了。这个是简单粗暴，兄弟。这个必须的，否则的话，你其他剪都剪不动了。我给你换门剪刀，你肯定剪不动。好，没了，你要开个料给你。来。你剪完了，你还在那干嘛？拿头发盘子，来，妹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穿的衣服颜色跟着头发颜色比较相近，你再举出来点，伸出来点，对，你们后面白色背景的，存储无空间，我现在怎么回事啊？都满了。待会儿我做好了。